台长讲故事，人生大道理，佛法无边际，菩提在心间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揪住别人的缺点，一时的错误不放，别人也会这么对待你的。有一个妻子正在厨房炒菜，她丈夫在旁边一直喋喋不休地说：“哎，慢一点呀、啊，你小心啊，火太大了，赶快把菜翻过来了。哎呀，快铲起来了，你油放得太多了。哎，你能不能把豆腐铲平一点呢？”她太太脱口而出：“我烧菜还是你烧菜？我懂还是你懂啊？”太太，你当然懂了。丈夫平静地说：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你在边上喋喋不休，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”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完人，对别人的宽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宽容。一个善念可能会让你流芳百世，所以念中之善是人的基础啊！所以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先要把人往好的地方想，那是人生成功的基础。所以人一个善念在天堂，一个恶念在地狱，决定了你一生的成败和苦乐呀。慈悲容颜莲花上微笑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是您最疼爱的孩子，让我像您一样吧，坚强说